厕所，周一舅舅在下面约会，快来快来。你们哪呢？看不到啊。哎呦，行了行了。阿浩舅舅别生气了，我给你变个魔术。啊，我的天哪，你我爱洗澡，乌龟跌倒，十分钟到了。啊，你扔呢？水电费多贵呀。啊，等等，不能浪费。看见了吧？觉得你最近很奇怪，说我的流动资金去哪儿了？喂，钱的话立刻转账给我。好啊，原来我的流动资金都去你那儿去了，有我在，你休想！来来来来，打开支付宝，搜索安全守护，进入守护，选择亲友，添加对方账号就好了。看到了吗？以后多长点心吧。什么呀，我才没有被骗呢，我这几天省下来的钱都是为了给你买新衣服。真的？哎，这快递还要不要了？要要要要。谢谢谢谢。这什么是裙子啊？就是裙子，既然你不喜欢，那我就勉为其难。我喜欢喜欢。我有什么好看？好看好看，这裙子真好看。好了，你这么衣服，今天晚上你身份也太差。这是买给你的。不穿就不穿，必须穿。我给我给王妹妹给她两个。哇，好可爱！新年了，这是我们家的新成员，从今天开始，他就是我们家的老大了。哼，浩浩舅舅，你在干嘛？给咱们家的新成员呀，装一个窝，要不要装一条跑道？什么跑道？哦，没什么，只有汤姆猫呀才需要跑道。哼，哇，汤姆的衣服好好看，你也想要一件吗？我也要。这你穿不了，我减肥行了吧？哼，给我的猫猫抢个红包。红包呢？红包呢？红包呢？新年和我一起在汤猫跑酷里冲呀。什么新跑道、新衣服还有红包，你全都给了这只猫，我也要红包。你说的这些都在汤猫跑酷的游戏里呢。所以你说的抢红包也是这个游戏里的？对呀。哦，你居然为一只猫抢。阿浩舅舅，这是你嘲笑我的代价。